11月26日，有网友夸赞杨紫角色适配度特别高，细数她从2004年至今塑造过的荧幕形象，几乎每一个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此事引发网友热议。杨紫自从1999年出道至今已有22年，塑造的经典角色超过了十几个，其中包括《家有儿女》、《夏雪》、《战长沙》、《胡香香》、《亲爱的热爱的》、《童年》等，可以说她主演的许多剧都是爆款，口碑也都很不错。这足以证明杨紫挑选剧本的能力很强，并且拥有精湛的演技，才能塑造出成功的荧幕形象。近年来，她的演技也确实进步了不少，一直在努力挑战自我，尝试演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最近，她与井柏然主演的新剧《女心理师》开播，杨紫在片中饰演赫顿，还与倪萍等人有大量的对手戏。这部剧中，她的表现依然很精彩，并且和井柏然特别有 CP 感，俊男美女的组合让不少人感到特别养眼。目前《女心理师》已经播出几集，许多观众一开始便被充满悬疑的剧情吸引，剧中有大量的伏笔，细节之处特别精彩。杨紫饰演的赫顿一直是以假小子形象示人，长大后又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，不禁让人好奇他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总的来看，杨紫新剧口碑和评价还是很不错的，但她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前段时间已经正式进组拍摄新电影，与刘敏涛等人搭档主演，烈毒首次尝试卧底一类的角色。杨紫的演技有目共睹，希望她在新作品中有更精彩的表现，也期待这些新戏能够早日上映。